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蜜蜂财富要闻，澳股盘后，美股盘前。今天是2021年7月5日，我是助理分析师 Nancy。今天的报告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行情资讯；二、市场扫描，具体包括 ASX 200一日表现以及 ASX 千股一日表现。首先，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的行情资讯。澳洲五月份零售额增长0.4%。Retail sales lifted 0.4% in May versus May 2020. Retail sales climbed 7.7%. Retail turnover in May was impacted by the Victorian lockdown from May 28 onwards, as well as those states recovering from restrictions in April. In seasonally adjusted terms, food retailing climbed 1.1%, liquor retailing fell 2%,and household goods were down 1.1%. 高盛预测美股将下跌。Goldman Sachs predicts decline in U.S. shares. Goldman Sachs is priming for U.S. shares to begin falling from their record highs, driven by looming corporate tax reform and the impact of creeping government bond yields.悉尼机场开盘上涨37%，至8澳元。ASX 指数上涨。Sydney Airport opens up 37% to $8 after it received an $8.25 per share takeover bid from a consortium including IFM Investors and Q Super.Auckland Airport is up 6.7% on the back of the bond bid. 以上几则新闻来源于 Australia Financial Review. 下面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市场扫描。ASX 200指数近日收于7315点，单日上涨0.088%。下面我们看到市场扫描。ASX 200股票近日上涨的前三名分别为。SYD 上涨33.91%， AIA 上涨5.52%， ALX 上涨3.5%。跌幅前三名分别为 CUV 下跌5.21%， APX 下跌5.07%， NXL 下跌4.94%。成交金额排行榜 ，SYD 成交金额4.07亿澳元。BHP 成交金额1.51亿澳元 ，CBA 成交金额1.2亿澳元。下面我们来看到今天 ASX 仙股的近日表现。仙股涨幅榜前三名分别为 AVA 上涨13.25%，PTX 上涨13.04%，FZO 上涨11.4%。跌幅榜前三名 ，MAN 下跌11.76%。DEV 下跌9.46%， A4N 下跌7.84%。成交金额大于500万澳元的有 LTR 成交金额931.19万澳元， RNR 成交金额706.08万澳元， BRN 成交金额593.46万澳元。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只股票的具体情况。首先，SYD 悉尼机场是运输板块的公司，今日上涨33.73%，成交金额3.79亿澳元。悉尼机场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际门户，连接全球90多个目的地。看到它的一年日线走势相对平稳，今日跳空高开，大幅上涨。看到它的三年周线以及五年月线，在疫情之后走势缓慢回升，但相对处于相对低点。今日该公司收到了一个有条件非约束性的提案，是一个收购邀约提案，收购价为8.25澳元。下面一个是奥克兰国际机场。代码是 AIA， 运输板块今日上涨5.82%，成交金额1998.74万澳元。
奥克兰国际机场是由新西兰政府公司化管理的公司，是全球第五家上市的机场公司。它的一年日线整体呈上升趋势，近期走势是一个波动稳定的状态，今日也是跳空高开。这是它的3年周线和5年月线，距离疫情前的位置仍然有一定的距离。下面看到的是 ALX，也属于运输板块，今日上涨3.66%，成交金额1077.97万澳元。该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开发商和运营商，它的一年日线是一个波动缓缓下跌的状态，近期有一个上涨趋势。这是它的3年周线和5年月线，也是疫情受影响之后一直走势比较平稳。下面看到 ASX 200跌幅榜第一名 CUV。属于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今日下跌5.48%，成交金额182.45万澳元。该公司致力于患有严重遗传和皮肤病的患者开发和提供治疗方案。还有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在21年3月份到4月份有一个快速的攀升，近期走势相对平稳。下面看到它的3年周线和5年月线整体仍然呈上升趋势。下面看到 Appen Limited（APX） 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近日下跌5.14%，成交金额1540.4万澳元。Appen 是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数据集开发的公司，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一个下降趋势。这是它的3年周线和5年月线。在20年7月份之前不断攀升，之后开始价格回落。下面看到的是，Nuix Limited（NXL） 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今日下跌5.35%，成交金额是768.81万澳元。看到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一个下跌趋势，这是它的3年周线以及上市以来的月线整体呈下跌趋势。ASX 成交金额排行榜第一位也是悉尼机场，前面涨幅榜第一名已经有讲过。第二位是 BHP 比特币托，今日下跌0.43%，属于材料板块，成交金额1.151亿澳元。BHP 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家采矿和油气公司，经营着多种矿产的开采。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它的3年周线以及5年月线也是稳步上升趋势。下面看到的是 CB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今日下跌0.31%，成交金额1.2亿澳元。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是澳洲四大行之一，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近期是从高点回落之后有一个调整，就是它的3年周线和5年月线整体是呈上升趋势。看到，仙股的涨幅榜第一名是 AVA，属于科技硬件和设备板块。今日上涨13.25%，成交金额102.98万澳元。AVA 是光纤入侵检测安全系统的开发商和制造商，它的一年日线从20年12月份开始是一个下跌的趋势，近日开始有所回涨。这是它的3年周线以及5年月线。整体仍然是上升趋势。今天该公司发布了，财年交易更新和展望，提供截止2021年6月30日的最新交易情况。
公司收入预测为6480万澳元，同比增长41%。下面一个是 PTX，属于制药、生物和生命科学板块，今日上涨13.04%，成交金额286.67万澳元。PTX 是一家临床分期肿瘤公司，看到它的一年日线，近期有一个快速的攀升，这是它的三年周线和5年月线，整体呈上升趋势。今日，该公司发布了价格敏感型的公告，PTX 成功进行了 Omnicard 的免疫原性测试。看到下面一个是 FZO，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今日上涨11.4%，成交金额是308.05万澳元。FZO 是一家专注于网络安全的澳交所上市科技公司，开发出基于云的解决方案，以保护孩子们的网上安全，管理数字生活方式。它的一年日线整体走势比较平稳。是它的三年周线和5年月线，可以看到，在20年7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快速的攀升，之后开始进入一个稳定的阶段。今日该公司在创纪录季度后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公司增加了约1000所合同学校，签订的合同年价值为390万澳元。同比增长92%。它的仙股跌幅榜，第一名是 MAN，属于材料板块，今日下跌11.76%，成交金额136.81万澳元。该公司是一家矿产开发公司，勘探以及开发黄金、基础金属以及其他矿产。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近日在大幅下跌之后回调，近日又有一个大幅的下跌。看，这是它的三年周线以及5年月线，整体是上升趋势。下面一个是 DEV，属于能源板块，近日下跌9.46%，成交金额119.08万澳元。该公司是一家勘探公司。主要是，勘探高品位的铜、金、铀和锂矿化。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只是它的三年周线和5年月线整体呈上升趋势。下面一个是 A4N，属于材料板块，今日下跌7.84%，成交金额106.68万澳元。该公司也是一家资源开发公司。主要投资于印度尼西亚的黄金和铜，它的一年日线整体呈上升趋势，它的三年周线和5年月线也是上升趋势，近日有一个下跌。下面看到仙股的成交金额排行榜，第一位 LTR 属于材料板块，今日下跌5.62%，成交金额931.19万澳元。LTR 是澳大利亚电池金属勘探和开发商，专注于澳大利亚发现伪晶岩锂矿床。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它的三年周线和5年月线整体是上升趋势。该公司发布了一个价格敏感型的公告，在Bodania 确定潜在的新钻探靶区。看到下面一位是 INR，属于材料板块，今日上涨10%，成交金额706.08万澳元。INR 是重点是将地质科学和理论应用于制定主要的绿地矿产发现，它专注于锂硼项目。它的一年日线整体是上升趋势，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之后，近日有一个
突破的迹象。这是它的3年周线以及5年月线，经历过大幅的波动，近期接近前期高点。下面一个是 BRN BrainChip Holdings Limited，属于软件和服务板块，近日下跌4.9%，成交金额593.46万澳元。BrainChip Holdings 是软件和硬件加速解决方案提供商，其方案可用于高级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应用。它的一年日线，近期走势比较平稳，有小幅上升。这是它的3年周线以及5年月线整体呈上升趋势。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来源，谢谢您的观看。